大家好，您现在看到的是高性能碟阀。高性能碟阀一般都是双偏心的，它的阀座与阀板是偏向一侧的，一般用于蒸汽、液体、气体、腐蚀性等介质。高性能碟阀适用于水道管路上，作为调节和节流设备使用。双偏心碟阀在单偏心碟阀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，其结构特征为在阀杆轴心既偏离碟板中心，也偏离本体中心。双偏心的效果是阀门被开启后，碟板能迅速脱离阀座，刮擦大幅度降低，同时减轻了开启阻距，降低了磨损，提高了阀座寿命。另外，采用金属阀座也可提高碟阀在高温领域中的应用。和中线碟阀相比，双偏心碟阀更耐高压，寿命更长，稳定性好。